一年365天，每一天跟您分享一个乒乓球的小诀窍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黄河教练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技巧是如何借力打力，也是借对方的力量来发力，这个是有一定的技巧的。因为我们不管是上旋球还是下旋球都是可以借力的。如果说是下旋球过来，我们把球等得太下面或者等得太多，能不能借力呢？是借不了力的。所有的借力都是在上升后期的时候我们都是可以借力的。所以说有的时候别人对方拉过来旋转快的冲着，我要借力上去带一带，这样子就能借力发力。而如果我们每一个球等到下降期或者到最高点往下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都要主动发力的。所以说大家以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借力打上升期，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哦。来，如果说到这里您听懂了，您给黄河教练一个点赞关注评论转发，谢谢您。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交流乒乓球的技术，欢迎您到直播间跟我一起互动交流。